山本和马克，谁跑得快？麦克。山本和麦克，谁跑得快？山本和麦克，谁跑得快？山本跑得快，麦克跑得快。山本还是麦克？麦克。好，这个句子怎么唱呢？我们可以说麦克跑步，跑得比山本快。好，麦克跑步跑得比山本快，好，麦克比较快。好，再告诉我，麦克和大卫谁跑得快？麦克和大卫谁跑得快？大卫。怎么说？大卫跑步跑得比麦克快。好，大卫呢跑步跑得比麦克快。我们可以说大卫比麦克直接跑步跑得快。我们的课文中，我们知道啊，首先麦克比山本要快，但大卫呢又要比麦克快，所以大卫跑的是最快的。从这两个句子，我们就是我们今天要学的一个重点的语法，关于比字句。